调全省大军，请武当峨眉两派高手，我要将少林寺烧成平地。你想造反？红衣官方志玉、吴桂贤他们躲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！他们就在老百姓中间。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，我们还是要干下去。我们要去联络各地的好汉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才能恢复大明江山。上！万一不幸全体殉难，我们少林子弟的忠义正气还长存在天地之间。成人取义就在今天。哎，来！